回自我长处，慈济美国总会演练如何开设紧急收容中心。我们把整个的会所变成一个临时的收容中心，希望借由这样子的实际演练的示范，那在我们的慈济整个不同的会所，当面临天灾考验的时候，大家就有一个依据准则可循。比如说，福慧床怎么摆，毛毯怎么放，然后动线怎么规划。每一床需要多少合适的空间，而能让全场发挥最大良能？志工精准计算，也顾及就寝室的方位。慈济圣谷爱满地联络处可容纳70床，乐活常青班学员受邀体验并回馈感受。总好过梵地下咯，地下因为太冻了，佢呢度无毡毡一毡咧会比较过背脊会暖啲咯。咁同埋咧，唔会觉得佢太硬，都好舒服，唔错。我们保特瓶也好，很多的塑胶的东西。 未雨绸缪，慈济志工借机会和长者分享，善用回收资源，减少垃圾量，才能减缓地球受损伤的速度。大爱新闻，资深美志工刘桂英、廖玉如、叶静红，美国报道。如何把人文落实在学习？